人哋用冰鲜鸡，呢度就坚持用新鲜鸡。人哋卖烧鸭咧，呢度就继续卖烧鹅。懒理成本高，慢工出细火，但求班客食得 happy， 咪就系地踎大排档陈司机喺中环士丹利街呢度超过60年都打不死嘅原因咯。即系我好彩，咪冇生意咯。冇生意好彩啊！我唔好彩系做死火。咁你想好彩定唔好彩啊？梗系最好好彩啦，彩都唔使做啦。呢个就系街坊口中嘅四哥陈志记揸铁人啦，咪睇佢讲就凶狠啦，呢头咪照走。你而家要撤走嗰啲肥膏位？你跟咯，有跟噶嘛，牛柳都有跟噶嘛，你跟咪唔去揞牙咯，即系出边嗰啲唔起嗰啲咪得闲咯。身为陈家嘅四公子，70年代尾浸完咸水回流香港捞金融，理应系唔休做嘅。点知老豆退休之后，接手嘅大佬又唔生性，烂赌输清光，仲要屋企卖铺还债，兼留埋手尾俾四哥跟啦。咁啊，讲晒粗口咯，系啊，你大佬唔做啦，啊，我冇钱交数啊，要帮人嚟搞掂噶啦，咁啊，跟住咪去扑水咯。问银行借咗过100万都唔够，仲要四围向供应商赊数添。但系讲到底，陈志记始终系家族生意，几辛苦都要保住。挨下几十年就咁过去啦。四哥老豆已经先游，又同大佬反咗面，仲肯同四哥共患难嘅得翻佢咋？阿芝芝攞咗，贵为陈志记老板娘，继续亲身上阵。四哥娶到你，认真够福气啦。但系唔讲唔知道，想当年四嫂碗都唔使多只，家阵又煮又洗咁，点会惯啊？我系接受唔到咯。嗰阵时当年咧就唔轻写单嘅，突然间阿亲咧饭两碗一碟，鸡我饭啊三碗两碟，死火啦！唔知道街有冇啲人行过见到我咁粗鲁咧？但系最令佢唔信嘅系，佢份人就劲心急，四哥偏偏就滋滋悠悠。分一煲羊腩咧，系12个不受控制，分一壳。边嚿有骨，边嚿有脚，边嚿有腩，我都好火咁噶啦，跟住求鬼期啦，我好嬲噶，但系佢系咁啊。床头打交床尾和啊！查实四哥不知几浪漫，结婚35年，坚持年年都带四嫂游日本，即系佢哋当年相识嘅地方。下世有得投胎，我做佢咯。就佢做你老婆啦。等佢做吉婆婆咧。慢慢知道年纪大之后，原来慢都是好的。哇，咩戏都烧晒之余，这对夫妻档仲浪漫到情定下世添啊。